提到1997年中国发生的大事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香港回归祖国。其实在中国的西南部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在6月18号，重庆成为了我国的第四个直辖市，跟四川分了家，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而这两件大事儿都少不了一个伟人的推动，那就是邓小平。可惜的是，邓公在二月病逝，并没有看到这两个他挂念已久的历史时刻。本期简人物，咱们就来讲一讲邓公为啥想让重庆跟四川分家，为何如今才看懂他当年的决定到底有多么的高明呢？1985年的1月，为新中国操劳多年的邓公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讨论了一件关于民生的大事，想要解决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的电力不足的问题。此时电力不足已经成为了新中国发展的一块绊脚石，邓公向来雷厉风行，既然要解决就要一步到位，解决一个彻底。筹备的三峡工程成为了解决电力的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工程量大，牵扯的问题很多。邓公提议成立三峡行政区是一个好主意啊，这样可以让四川形成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这一次谈话也成为了后来的重庆四川分家奠定了基础。可能在很多人印象当中，重庆一直都是直辖市，实际上不然啊。1949年的11月，重庆解放之后，当时因为地位特殊，成为了中央的直辖市。1954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将沿海沿江的工业搬迁到了西南地区来，防止国外势力进行破坏性军事打击。于是中央决定将重庆和四川合并，所以重庆这一个直辖市消失过一段时间。既然如此，邓公为何又想让重庆和四川分家呢？是因为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契机，那就是改革开放，重点又重新转移到了沿海地区。重庆后劲不足的问题日益明显，庞大的四川省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管理和建设方面也是问题重重。邓公一直心系四川，三峡工程的通过也成为了重庆再次成为直辖市的一个助力。邓公当年提出的将成都和重庆作为两个中心，最终以重庆重新划分为直辖市实现了，这样就解决了四川省过于庞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重庆分出去之后，可以负担一部分的三峡移民，四川也能腾出手来好好搞一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了。1996年的8月，中央决定将重庆设置为中央直属的直辖市。次年的3月，人大会议上通过了设立为重庆直辖市的议案。6月18号，在重庆市的人民大礼堂中举行了盛大的直辖市挂牌大会。可惜的是，一直默默关注这一切的邓公并没有见到这历史性的一刻。如今重庆的发展有目共睹，人们才看懂当年邓公的想法是有多么的高瞻远瞩。